这个日本人叫藤田和之，他来中国比赛竟然还不断挑衅现场观众，引起了河北拳迷巨大的不满。实际上在赛前称重中，他就已经和中国选手奥日格勒发生冲突，险些大打出手。面对这个嚣张的日本拳手，奥日格勒能否取得比赛的